鸵鸟肉啊，下去。这个真的很特别，它是鸵鸟肉，我真的是第一次吃，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他说逢甲其实在地人有一个是老字号的那种火烤两吃的火锅，火烤这好怀念哦，火烤铝箔纸的锅，哇！你注意看哦，它连头里面都是肉，它连里面都是肉，哎，真超厚的手背虾。哇，都是，真是虾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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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那个扎实度啊。再加一点泡菜，有吗？Det finns kanske något där som jag behöver eller längtar jag bara bort en stund. Det känns som om kompassen alltid pekar fel när den lotsar mig genom detta snår. Hallå, det är Derek.哎，一路，这边的话又是逢甲，我们又再次来到了逢甲了。可是这一次的话，我们是在地，你那是你哥哥呀，表哥，表哥，表哥在地人带路来推荐，因为我们来逢甲之前都是吃小吃。他说逢甲其实在地人有一个是老字号的那种火烤两吃的火锅店，对，所以他带我们来吃。然后我刚才有看一下菜单，就是我们有看火雕两吃跟一个很特别，他有鸵鸟肉，鸵鸟肉烤的鸵鸟肉，所以我们来吃吃看是不是有个鸵味吧。哎，走了走了走了。他说这是在地，哎，5秒4秒，快啊，跑啊跑啊，在地老字号，我就这样这一家这一家。大碗亮锅，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哦。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店，很方便的。这边走过去，其实这边走过去就是逢甲夜市，那个明伦蛋饼有没有在那边？哦，它这边有一些基本的哦，它很少看到有那个火锅店是放这个油葱酥哎。对啊，对，我没看过。啊，其他就是辣椒啦，然后蒜泥、葱跟那个沙茶。好了，我们都到了三锅火烤，这好怀念哦，火烤铝箔纸的锅，哇！然后这个的话是烤盘。鸳鸯锅，好怀念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做奶油的，哦，都是奶油香。哦，满满的油花，我刚才看好像它的已经有腌过了。哇，好喝耶，它吃起来已经有点像是烤肉酱烤出来的牛肉，而且完全不柴，用那个奶油香很棒，超大的。对啊，超夸张的，哇，超大的。而且你看它里面的肉，我们来煮这个，你要弄烤的还是弄煮的？真超厚的手背虾，它超大的，你看。我要跟你借位置，来，我们就是 free 哈，我们啊，这个就靠你顾喽。你注意看哦，它连头里面都是肉，它连里面都是肉哎。我们来拿熬汤，它的头里面全部还都是满满的肉，你要恭喜吧？你要这个虾头要怎么吸？这个虾头有点大吗？好。哇，都是，真是消化。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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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起来，等等。哈哈，我感觉它比你刚才的龙虾还大，对，直接当鸡腿吃，吃吃看吧。不是很烫哦。哇，你看那个扎实度啊。哈哈哈哈哈。哦，它的肉质。弄烤的是对的，因为它有那个焦香味，哇，好好吃哦，
我们刚才已经吃两大口了，它还这么大一只。OK， 被发现我在补画面。你终于肯打开了。哦，开了开了。超大颗龙虾，超级大生蚝。哎，真的很大哎，你放到你的脸旁边看看，真的算大了，已经半张脸了。你要弄烤的还是想要？哎，我觉得它这样子很方便哎，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吃烤的，或者是想要吃。那个，而且你注意看哦，它这个里面有点像是那种石头火锅的做法，它是用洋葱先进去煮。我真的好怀念这一种哦，我觉得这种很舒服。现在的那个店北部很少这一种的，这种很传统的。哎，我烤这个好不好？你看它这个套 Q。哇西，哇，超级大干贝！你要用烤的还是要用煮的？煎的，要用煎的哟，奶油煎。欸，台中真的很幸福，台北部已经真的找不到这种火烤两式了。对，然后这个的话是鸳鸯麻辣锅加那个，然后还有两个菜盘。我刚才看它最低，如果是以火锅来讲，最低一锅才200块。是哦。对，然后如果你是要往上加的话，像我们点这种手背虾，手背虾就差不多1280，也没有到很贵。对的，而且是火可以火烤两次，真的超舒服。可以在旁边呢，啊，拿这个弄醋啊、酱油跟这个葱蒜调成酱了以后。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加放在这个地方，再加洋葱这样炒，炒过以后，然后配肉，超好吃的。这个真的很特别，它是鸵鸟肉，我真的是第一次吃，不知道是什么味道。鸵鸟肉，好好吧，火鸡哦。那鸵鸟肉是什么？怎么叫？拖。这应该是食用级的鸵鸟肉吧？我也不知道，鸵鸟应该也不是保育级啊。这种驼味。驼味。它的肉很像是介于羊肉跟牛肉中间，因为羊肉它有点小，它有点腥味，可是它又用的孜然跟胡椒去腌它，所以有点像是，欸，吃起来味道像是羊肉，可是它的口感是牛肉。尾部会像鸡肉一样的？它不是鸡肉，它不是鸡肉，鳄鱼肉才是鸡肉。哦，嗯，还不错。如果喜欢吃野味的，会喜欢这个口味，它的肉味比较重。佛印的嘴巴，佛印的嘴已经能够承受100度的高温，用煮的也很好吃，都不用沾酱，完全不用沾任何酱。它煮的就是洋葱的那个爆香的香味，本身这个汤有点咸，直接可以吃就可以了。再加一点泡菜，有吗？奶油烤鲍鱼，耶，吃饱了。哇，没有臭鲍鱼，弹的，而且有臭鲍鱼的鲍鱼是不行的哦。而且它多了那个奶油的那个香味。我这边要小心哦，它那个海鲜有水哦，那个奶油会喷呢。我先吃干贝好了。哇，里面还是刚好是生的，半生熟，好吃，这一半留给你。好 Q。哎，烤的吃腻的就吃火锅。哦，它有趣就是它用烤了，它有那个一点点那个焦味，带出它那个甜味。哇，台北拜托来开一下好不好？台北店不太开。哦，它用烤的真的好好吃哦，那个那么滚，耶！哦，它里面也是肉很多哎。对啊，哦 ，OK， 好。直接吃。哇，你会中风，你真的会中风。吃完了，这间我唯一一个觉得它一个小小的缺点是那个烟会比较多，对。可是它的火烤两次这种，真的完全把我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记忆全部都唤醒。对对对对，那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个，你想吃烤就吃烤，想煮就是直接煮，很方便。而且以价格来讲，200到1000多都有。学生，学生，然后到情侣，到你要家族聚餐请什么，全部都包含了。而且真的是老字号，因为它其实没有很注重在店面的装潢。对，但是它注重在食材上面跟那种多样性，我觉得还不错。我会把店家资讯放在影片底下，那你们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自己来参考喽。拜拜。